没想到你能活下来，或许你有天运相护。如何，同老夫联手炼制无上的丹药，踏上通往仙界之路？我绝不会让你肆意妄为。红晶，来帮为师一把，压制住那头龙。难以坚持太久。看来你不打算服从老夫，那么就成为登仙的祭品吧。在这里成为贡品，就是你真正的天运。逼到如此境地，虽然还远称不上是无上的丹药，但也无可奈何。不好！事已至此，只有将老夫的命运全部赌在这颗因天下大乱而生的丹药上了。老夫的腹中之物吧。
出来狠狠地教训你。现在兄长也终于能够安息了。